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圣才第六集，小主题是诚敬信。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行住坐卧都要意念主持，这样的话才早一点证得法身，体悟到内在的快乐。昨晚龙屁记错，今天九号是有在法身寺寺内头陀行啊，点灯仪式是在13号，复习一下，点灯仪式，点灯仪式是在上次是6号嘛，还有13号。17号、21号、24号、28号跟最后一次31号，1月份，所以我们有约哦，下次是1月13号，一起参加点灯，供佛供养祖师仪式。不过，头陀行。撒花仪式因为是在下午，呵呵，不方便了，不方便直播。好，我们最近天气还是很冷哦，吉林市这边早上15度啊，相当冷，所以各位要注意身体，要吃饭前，吃东西前要摸脸前要洗，先洗手啊，卫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整天意念祖师，这样的话最最安全。各位，意念功德行布施持戒静坐跟意念祖师。好，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圣才第六集诚敬信。祖师所教导的这句话，属于观盖谈第7。属于观盖的意思是体内中心。谈来自巴利文谈的意思是处。第7是第7。总意思是体内第7中心处。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生死睡醒的地方。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修行方法，只是帕门尊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目前还健在，也正在关心各位的修行，希望全球弟子早点证得法身，体悟到内在的快乐。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感恩。拜师拜师。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第7中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想要学吗？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就会入境随俗，
以四根文化可能会变，但里面内层理论实践与验证总不会变，就是佛教的整体扣扣相关。当各位的时间短，要重视修行，让自己能赶快证得法身，验证佛法。好，我们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哦。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帝率领马其顿军队攻入西北印度，之后印度开始受希腊人的统治，也影响到西北印度的文化、经济、艺术、民风等等。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后半期，希腊籍的弥兰陀王以舍结城为首府，建立了希腊人在西北印度的王国。这个他的疆域呢，就在西北印度五河一带，包括加斯米罗，还有阿富汗等等。喂，对不起。弥兰陀王在政治上的胜利带来世境安和，天下太平。因为他博学所以就经常寻找对手来跟他辩论。当他听到有一位佛教的比丘证得阿罗汉果，那先比丘正到他的城市舍结城，他就立刻派人去恭请法师来到皇宫辩论。弥兰陀王的信奉佛教是在与那先比丘的那番议论之后，也是有佛教史上著名的这本书《那先比丘经》跟《弥兰陀王问经》。我们就举例一个问题，有关信仰的信。尊者龙王，尊者龙君，什么是信的特相？大王诚敬是信的特相，越敬是信的特相，两个诚敬跟越敬。诚敬是什么呢？大王当信升起，破灭五盖，离去诸障的心，诸障的心变为澄清清净安静。大王就是信的特相。那请做个比喻，譬喻尊轮王连同四种军沿大道行进，会涉越浅水地方，这水被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搅乱的污浊了。越过流水之后，就轮圣王想要喝水就下令人去取水。就轮圣王有一城水珠，就应当随从去拿，就先把水珠投入水中，珠子一投入水中，贝壳及水藻尽消失，全部消失，污泥也沉淀下来，水变清澄洁净无垢。这是七宝的其中之一，澄水珠就是珠宝的意思。于是他们取水奉与准轮王，陛下请喝水。大王水就视为心，水虫可以视为修行人，水藻污泥可以视为烦恼，成水珠可以视为心。我们就比喻水虫就是修行人，去拿水的人，水壶里的水就是心。
水里面的水藻污泥就是烦恼，可以比喻成烦恼。成水珠就是信，当把成水珠放入水里面，就是信放在水里面，水就干净了。所以当信仰升起，心就透亮，干净清净，就是澄净的意思。那如何是跃进呢？就比喻瑜伽行者见他人之心获得解脱，修行人看到别人修行有成果，就想要求入流果，就跟着修行。请做个比喻啊，大王譬如山顶降下大雨，其水下流，填满山间之山沟缝隙，之流及江河，导致水涨泛滥河两岸。此时若一群人来，不知道该河之广阔深浅，就会站立岸边惊惶与没注意。其后若有人来，却知自己能力与力量，紧束其腰带，一跃而渡，看见他渡过了，群人也会渡过。就是看一个人能游泳过河渡河啊，其他人就有信心跟着游泳过去了。大王就如同最殊胜的相应部中世尊也曾说，以信度暴流，以不放逸度海，以精进超越苦，以智慧而进化。尊者龙君宁慎敏捷，赞叹。我们也是解释说，有解释过昨晚呢，信的特性澄净跟跃进，以修行的角度来看呢，心静止在体内第七中心处的时候，产生光亮，光亮就是澄净，和进入中道，跃进。进入中道的越深，越清净透亮。所以之前的比喻，信仰有程度啊，进入中道的越深越清净透亮，使信仰程度越高尚。所以信仰有分程度，看人的心是多么的清净，多么的澄净，也进入中道多深，就是越进多深。好，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先啊。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眨，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
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静、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
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简单单、舒舒服服的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萨玛阿拉哈，萨玛阿拉哈，萨玛阿拉哈，萨玛是正是善的意思，阿拉行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行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哈，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
慢的产生，默念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พร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กข้า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อสาธุ所以信仰分程度是按照每个人的修行程度来分这样解释才清楚，或者是说按照每个人的心的透亮程度来分，越心越透亮，信仰的程度越高尚，修行的程度越深越高，我们的信仰也越高尚。好，今天的内容，圣才第六集，诚净信
补充解释。会不会太理论化？各位大德，如果太硬的话，可以哒哒哒哒打字啊，通知龙皮。哦，龙皮有点过硬了。因为我们已经谈到心了，就要谈到全面一点，大家才清楚明白。在南传的论里面呢，经律论的论，论里面有谈到信，分四种，有其中一位论师补充解释，那也蛮特别，所以非提到不可，否则的话，日后大家在佛经佛书里面有谈到这四种信呐。才了解才明白龙屁今晚的翻译是请教专家不是龙屁随随便便翻译的第一种信呢它叫做巴利文叫阿卡玛萨塔阿卡玛萨塔阿卡玛就是可以讲说是课本或者是书籍或者佛书佛经等等所以我们就翻译成佛经上之信仰意思是理论啊理论大家懂了塔塔卡塔布里萨塔听到龙屁开示塔塔卡塔布里萨塔相信如来成道的智慧这就是佛经上之信是属于理论各位大德听了如果欢喜有效起了信仰哦对呀、总有一天我要像世尊一样能成佛我要如古代的圣人一样能证得内在的三宝我要如祖师一样证得内在的法身内在的三宝等等听过后产生信仰心就清净透亮第二种信呢称为正德之信巴利文叫阿提卡玛萨塔阿提卡玛萨塔正德之信是当我们听了修行方法我们有信仰了就不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开始实修拿来修行不断的修行直到证得内在的法叫做证得之信自从证得法修以上都叫做证得证得之信证得法修出道光求内在身体中的身体直到法身叫做正德之信这是第二个程度也是第二种信的意思第三种信呢圣人之信巴利文叫โอกัปปนะศรัทธาโอกัปปนะศรัทธา为什么称为翻译成圣人之信就是到这个程度就不会退转信心就坚定就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跟阿罗汉果四果四相四果以上叫做โอกัปปนะศรัทธา圣人之信的程度三种了第四种信它叫澄净之信我们昨晚学的内容巴利文叫巴萨塔萨塔巴萨塔萨塔泰语语经常听到萨塔巴萨塔巴萨塔萨塔
经常听到，从小就听到，就是泰语。巴沙他的意思就是澄净的意思。澄净如果去翻译，中文字典呢、啊，里面就会写说是清澈明净，可以查 Google 什么都懂，清澈明净，指信仰。为什么容易写成三角形呢？是因为第一种信，佛经上指信，正德之信，第二种、第三种圣人之信，每一种啊，都有同样的特性，就是澄净心，心就会清澈明净。所以澄净之信就包含所有。再补充解释更清楚一点，澄净之心之前我们有比喻电池的电力，对吗？澄净之心信仰有程度第一种比喻我们就讲说无禅定的人的信仰就如同电力10%到30%的程度，这就如同当有人看见我们看见一位法师哦，看起来很庄严就起了恭敬心、信仰心，心就清澈明净所以这是也是信仰起了信仰。或者是说听到他的声音，哦，这位法师的声音特别的洪亮长相又好看，声音又洪亮，心就清澈明净叫做澄净之心。巴沙他萨他之前我们有学，对吗？有四种衡量法，以色衡量者，以淡泊衡量者，不管色还是淡泊都是眼睛看见以声音衡量者就是耳朵来听以法衡量者就是眼睛又看又听对方讲话讲佛法。所以闻跟思考，闻思闻法跟思考的程度所产生的信仰呢，是无禅定者的信仰，也是10%到30%，假如停留在这个程度就危险，各位大德可能会退信仰，有上有下，好像水潮有上有涨有下所以要提升到第二个程度，有禅定，要把所学的理论拿来修行，直到产生心静定下来，看见正德内在的出道光球或者正德进入出道光球，正德内在身体中的身体，或者正德体内的法身，这叫做有禅定的程度，是40%到60%的电力，信仰电力如果70%到100%就圣人的信仰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四果，四相四果。不过从无禅定到圣人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心会清澈明净才叫做产生信仰
对吗？所以这是菩萨他萨他成净之心，成净心，懂吗？最后一列捷运，好，时间到了，祝福各位和家人今晚诵准法轮经的功德，静坐抗议的功德，听闻佛法的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茶缘滚滚，修行进步，证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明晚见，保重哦，保重，不要感冒。
求功德圆满，一切贤明正正果陀摩僧利摩僧。蒙师法印为我们庇荫，万世穷名利朵朵发云，生命中清凉甘霖点滴，拜谢您พระมงคลเทพมุนี，有生之年您的金科玉露，耳机萦绕如法音指引迷津，勤俭功德此寻无中永持，内在周心殿邪灵清池，如此奉行无论坐卧站行，求功德圆满，一切贤明正正果陀摩僧。啊，不愧一世生命导师，生老死万万世轮回也难找，找到了引路的法身法宝，拜谢您无上慈悲法印。拜谢您无上慈悲法印。